你是抓我的人，他们一开始就认识我，他们对我很信任，那以前我就是他们的副官了。我是一个一直被人瞒着的汉奸。不是汉奸，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汉奸，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抓你？是。在审问我的时候，一直都逼我承认。 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去干嘛去了？你来救我的时候，你又说我是军统的人，我到底是谁啊？当时什么都不是。路上典型的时候，我隐隐约约的又想出来点什么。 像我们这样的人，注定没有机会。哟，我觉得呀，这个年轻人有些个蹊跷啊。你说他们说是回娘家，可啥也没带呀。 那个年轻人身上的伤，会不会是共产党啊？我明天早上让他们赶紧走啊！那万一被人家看见，那可就麻烦了。听谁说的他是共产党啊？不是你说的什么？ 是被汉奸日本鬼子上过刑的人，那准是好人。啊，如果被人家看见，报告，那该怎么办呢？我睡地上，你睡床上。不行。 你伤还没好呢，你也睡床上。好。
咱们得轮流睡，这样还能相互提个醒呢。先睡，前半夜睡不着，你先睡，到后半夜的时候换我。但你不许看我。好。别人看着我就睡不着。看我。不许看我。你知道我在看着你。我就是知道。どうだ、車発見したのはいつか。2時間前です。ウェイスリーの乗用車か。ナンバーはウェイスリーの車です。知ってる範囲内民家を捜査しよう。東です。車を発見した時は現場に土馬車のタイヤの跡があります。ロマンの使用、まずこれ。はい。見に行こう。はい、天都亮了，不是说好了半夜换班吗？你为什么不叫我？我看你睡得挺香的，我就没敢叫你。那你一整晚都坐在椅子上？这个椅子它一动就嘎吱嘎吱响。反正我就是没敢动。你真是个呆子。笑什么？没什么。一般，我和陌生小姐聊天的时候，都爱用这句作为开头。没想到别人就是一个故事。现在的你跟以前比，是这个样子。你也这么样。反正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那你以前不喜欢我？今天必须得离开的。对。得给你取个名字，不然有人盘问你的话，你肯定会露馅的。我应该叫什么名字？取一个好记的名字。叫王新明吧。好记吗？王新明，王新明，多好记呀！
哎呦，哎，你听我说，别再推辞了，不行，你说下来。我呀，不是要撵你们走，四处你说到处都是鬼子兵，万一被人家偷偷报告了，那怎么办？谢谢你们收留我们，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萧山，麻烦你们告诉我们哪条路比较近。开始搜山了，快走！我求求你，咱们就在这分手吧！我求你别再跟着我了，好吗？你说什么？快走！听我的！所有的人都在找我，和我在一块的人都会死的。我就是想不起来我自己是谁。想不想知道自己是谁？你想知道自己是谁，你就得活着。我不管我以前做过什么，我不管我自己是谁，我都认命了。我就在这儿，要是日本要来抓我，那就来抓我。没想到这件衣服居然是共党老鬼身上的。这个车牌是从现场的肇事车上摘下来的。我没有想到这辆车居然是您的座驾。您看，哎呀，这车又不是老婆，让人偷就偷了呗。难道为这事儿我还专门跑到你这儿大哭一场不成啊？你们的人就喜欢互相推诿，你不要把我当成傻瓜。哎哎，别，那可不敢。你要是傻子呀，那世上就没聪明人了。只不过可惜的是，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太少了，要不然那个共党老鬼早让给抓出来了。嗯，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哎，那借我用一下。我这没有啊。你好，老板正在跟你谈话。你干嘛？电话不能用的。就一句话。要是他们抓到这儿，我就拖出去应该他们，然后你自己想办法抓。
已经联络好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女儿来接你了。你的朋友在。 这是他衣服，你来让我替你保密吗？ 你说好替我保密的，为什么要骗我？顾先生是这儿的负责人，我必须向他报告，这是纪律。平安回来就好。这位是王先生。小王，跟我出来一下。 那个王兴明不是共党的情报员吗？佐藤正到处抓他，你怎么也跟他搅在一块去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见死不救。好，他现在已经安全了，你可以跟我回家了。回哪个家？我只认识那个叫李旭的同事，靠着经常冒充的家。 至于那个把鬼子和汉奸奉为放兵的鬼地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事我必须问。你什么时候把跟汉奸合作变成自己的工作了？放肆！我只是说说我亲眼看到的事实。我有资源把你们研究到这，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因为你是军统局的情报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服从我的命令。 你要是觉得特别不合适，现在就可以走。哎，昨天午后5時から現場事情を停止しました。誰の車？ 调べたところ、公設医師会会長の空車両の車です。そうか。实在抱歉。小李不在。顾小姐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一件要事要当面请教。小女离家多日未归，我也正托人四处打听呢。您不是派专车把顾小姐接回来了吗？我一向佩服桂芳的情报工作，不过这次恐怕出差错。顾先生，您不必有所顾虑。我们的目标不是顾小姐，而是跟顾小姐在一起的共党分子老鬼。对于你所说的老鬼，对，本人一无所知，恐怕爱莫能助。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顾小姐跟老鬼在一起，而且都在您的庇护之下。既然你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那就直接抓人好了，何苦在这儿浪费时间呢？顾先生，您真的不愿意配合我们？我总不能无中生有啊。看来我有必要来提示您一下，你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这句话由我来说比较恰当。苏联已经向日本宣战了。无论战局如何，属于我自己的战争没有结束。此话怎讲？我一定要抓住老鬼。如果在这方面顾先生不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恐怕会成为我的。那又怎么样？你将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把我手中所掌握的情况和材料全部公布于众。我要好好说一说，重庆政府的特务机关和我们日本军方是如何暗中勾结的来龙去脉。如果蒋先生在舆论上遭受如此难堪的话，恐怕你的戴老板也不好交代吧。对了，上次我们的交易还没有结果，我这次可以把条件放宽一点。我愿意用手中的材料去交换老鬼。这个买卖不错，机不可失啊。我再给您最后24小时的时间来考虑。今后经历告辞了。少年需24小时的考虑。那他也非常清楚，换回近在咫尺的秘密材料，就等于将唯一的女儿顾少莲隐隐地感觉到女儿怨恨的眼光在死死地盯着自己。小猫，你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这位王先生？他是一名抗日英雄，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换做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这么做。你父亲其实是嘴硬心软，他已经答应暂时收留王先生，等到合适的时候会送到新四军控制的地盘。王先生是为了救我脑袋才受了伤，他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不知道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你们把他送到新四军那边去。他真的丧失了记忆？医生说他可能永远都无法恢复记忆。后悔是骗你的，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王新明还是我给他取的吗？你打算怎么办？我希望他摆脱危险之后可以重新开始生活，别再卷入任何政治斗争，做一个普通的人，可以过上平静而安稳的日子。你真是这么想的？
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位王先生了？顾小梦不是有意的回避，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对老潘的感觉是同情还是恨，就是内疚。他觉得老潘的厄运是由他引起的，就应该陪伴他到厄运消失。戴老板指示，要无锡一起摘下，夺回那批文件。你可就地销毁，也不能让共产党抓住政局把柄。佐藤来找过我，提出用老鬼换他手里的秘密文件。你想让小梦同意交出老鬼，恐怕很难。你是不是爱上那个共产党了？我和他谈过，他说从来就没往那方面想。这就好办了。你听我把话说完。小梦尽管是这样讲，但是我能感觉得到，那个共党老鬼在小梦心目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只是小梦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要把那笔文件拿到手。也许还有另一条路。根据我们的情报，那批文件真的挺真的。小梦曾经说过，那个共党老鬼当年是裘庄的三少爷，也许我们能通过他了解裘庄内部情况，再想办法截获那批文件。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怎么了？这里从上到下，从门房到下人，你放心，在这儿很安全的，这全部都是自己人。自己人？他们都是军统的人。难道我真的是军统的人？你不是。那我不是，他们为什么要保护我呀？没法跟你解释，但是我要向你道歉。你本来隐居在嘉兴挺安全的，因为我破坏了你平静的生活。我希望一切过去之后，你还能回到你自己的生活中去。但是你好像再也不能回嘉兴了。其实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但是你不想告诉我，对吗？你别再问我了。我想跟王先生单独谈一下。为什么要单独谈呢？如果你想保证他的安全，就照我的话做。日本人找过我了，要我把你交出去。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因为你是老鬼。为什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别跟我演戏，我也没有时间跟你兜圈子。我现在需要你的。什么？你从小在裘庄长大，对那的情况非常了解。
我现在想了解裘庄的情况，越详细越好。我去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你可以骗得了小梦，骗不了我。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听说裘庄有一条秘密通道，它的出口在哪儿？你把它画成图纸交给我，我就保证不把你交给日本人。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别无选择了。这件事你最好再想一想。你想说什么呀？小梦是你唯一的女儿，虽然她现在对你有一些误会，早晚她会了解你的苦衷的。如果你把老鬼交给了日本人，一旦她知道了真相，那你们父女之间的感情就很难修复了。我不能为了私情让党国的利益受损害。那个佐藤一旦狗急跳墙，把所有的材料真的抛出去了，后果不堪设想。你可要想好了，如果把老鬼交给了日本人，将来你怎么跟小梦解释这些？告诉小梦，我会通知共产党把老鬼接回去。那日本人那边呢？我会把同共产党交接老鬼的时间地点提前通知给他。剩下的日本人爱怎么干怎么干。回来了。什么办法？怎么？去年那边突然联系我，共产党在我们那边捣鬼了。精神团结、联合抗日的精神，他们准备把人移交给我们。同志，还活着？不可能啊！如果老鬼还活着的话，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去哪儿了？为什么不跟你们联系？还有，他怎么会落在军统手里？这些疑问呢，只有等老。我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最近重庆那边跟我摩擦不断，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移交的具体时间？七月初八。三天时间。好，马上通知行政局让你来回吧。研究出一个完全的计划。共党方面通过关系找到我们，要我们明天在湖边茶楼。把老鬼交给他们。爸爸，他现在跟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了。怎么可能呢？他是共党的王牌间谍。你看不出来吗？以前的事他一点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不等于没有发生过。他始终是共党的人。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可能只有你这么认为。共党提出的要求理由合理充分，失意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的理由。还有，他早晚都要走的，不可能长期留在这儿，把他交给共党处置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九号司机有理，滚头后面吧。了你死，没事派嘛。老鬼有。救救这个司机，把他死，不用客气。他们是九号的，我看。九号他的心，
好看的细节吧。我来我来细给我说一点啥时候一项事的。老鬼都等开了就算到东西哦。你心目大金你谁哟过一会儿就要走了。是要把我送给日本人吗？当然不是了。那位老先生告诉给我，他是你父亲，对吗？你别听他胡说，他肯定是吓唬你的。那你跟我一起去吗？他们只接你一个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你真的不去吗？我去不了。为什么我要去呢？因为那是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许可以帮助你找回属于你的记忆。我觉得这些现在都已经不重要。是你是想知道自己是谁吗？如果你能知道我是谁，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我并不希望你找回过去。我觉得你现在这样真的挺好的。我觉得也是。我现在只能记住两个人的名字。顾小梦，王兴明。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恢复了记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把我忘了吧。我会忘记你的。你是我唯一的一个朋友，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王先生，可以出发了。送他不行。为什么呀？太危险了。不是要把他送还给共产党吗？怎么会危险呢？我以后再看。呆子，爸爸是不是要把他送给日本人？哦，你别误会。你放开我啊！怎么回事啊？小梦，呆子，小梦，小梦，你回来，你回来了！快开车，小梦。哟，哥，您来了，楼上请。哟，来了二位，来里边请，来。
大姐好。这次的行动非常危险，你怎么了？日本投降了，顾小梦没有想到，佐藤也没有想到，历史性的一刻就这样突然降临了。听着日本天皇宣读着东战诏书，望着眼前这个战败者沮丧的背影，顾小梦的心中却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情绪。对那些为了抗战而捐躯的同事们的怀念，对生死未卜的老盼的担忧，让他此刻无暇狂喜，无暇宣泄。而且他不知道，这个不肯认输的佐藤将把自己押往何处。同样无暇享受抗战胜利狂喜的，还有老潘。没有影响他对现实。老孟成为了此时老潘最紧迫的事情，老潘已无反顾了。
老爷在哪？老爷在客厅呢。车找到了，但是小梦不在车上。佐藤的也没消息，现在根本联系不上。担心小梦去搅局，佐藤要是抓不着人，会牵弄小梦的。你不要太担心，小梦这么机灵，不会有事儿的。全国居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民国革命历史使命。喂，司令。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发现奋斗，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可一定要拉兄弟一把呀！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控制局势，维持秩序，就地驻防，坚守阵地，绝不让共党方面趁火打劫。武康地区要完完整整的让中央军接收。一点一，哎呀，这是为毛衣戴罪之人，今后在指挥部队恐怕名不正言不顺呐。新请军司令，这是蒋委员长亲自签发的委任状。为了红革命，为光复沪杭地区效犬马之劳，誓与共党势不两立，坚决反攻到底。现在特殊的命令，你看过，立即调动驻上海附近的部队，明天天亮以前赶到酋庄，命令驻酋庄的日本宪兵就地投降，无以顽抗，坚决消灭。记住，要把佐藤所有的文件都带回，放火焚烧，把酋庄变成废墟，一片。我马吴小姐，这个地方你不陌生吧？想干什么？我们故地重游，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有那么一点伤感。我没有你那么多愁善感，动手吧。顾小姐，你心太急了，鱼没有上钩，你这个诱饵暂时活在这儿。不管你打什么鬼主意，你都不会得逞的。我发现你跟老鬼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你们两个数次舍命相救，这次会不会例外？既然老鬼不愿意跟我走，那我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那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输了。我的战争没有结束。来人，押起，押在一起。只要你的父亲销毁证据，与你起死。站住！我要见你们这管事儿的。你是谁？我是。我是老鬼。卡雷巴，毛德克德。我一直在等你，相信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那顾小梦在哪？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但是我不说，你是永远也找不到他的。听说酋长有一条秘密通道。你从小在酋庄长大，对那儿的情况非常了解。那就请你告诉我，他在哪？来，我们先喝一杯酒。不认识的人喝酒？我是不认识的。孙子兵法说，以上智为兼者，必成大功。可惜啊，再优秀的间谍，也只是战争中的暗器，是见不了光的秘密。如同你这只老鬼，你做了多少年的鬼，我就做了多少年捉鬼的钟馗。我们俩兜了兜，应该做个了断了吧。谢谢，但是我只知道日本人已经战败了。我没有败，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说反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其实你最恨什么人？不是我们日本人，是共产党。借刀杀人，消灭共产党的铁证。
你从小在酋庄长大，对那个情况非常了解。听说酋庄有一条秘密通道，他的出口在哪里？你把这话给我们交给我。我真的是光头。如果我把你跟顾小猫放了，我敢断言，你们两个相互折磨，彼此背叛，不断的给对方造成压力和痛苦，想撑到一起，到死方休。倒是一出非常精彩的好戏，我倒是有点迫不及待了。朋友，警方已经喊过话了，日本人拒绝投降。吴庄国，報告、稼働反日司令部の中軍隊は我々を裏切りました。全部、殺す。来。しかし、天皇陛下の戦争停止命令が発表されました。バケアド今まで待れてね悪魔の諸君の手締めで。一人だけ死ぬまで。これ、大日本大日本不死戦士奥克马拉小恐龙，干什么的？奥克马拉小恐龙，干什么的？我什么？一定要再陪我喝一杯。这里的情况很危险，你可把他给放了。我们一定要再喝一杯，最后的希望，我要开心。那就让我们提前谢幕。老鬼，一定要死在我的前面！
我去把他弄伤。
你坚持住！嗯，放他干净吗？在哪儿？回去向祖宗报道。到底怎么了？他的头部受了重伤，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这不可能！你骗我！我们没有骗你。 情况，把枪放下。这不是顾大小姐吗？居然能在这儿巧遇，跟我走吧。去哪儿啊？当然是回家了。现在这个样子撑不了多久，快把他扶到船上去。 那送我们去哪儿啊？你父亲昨天晚上到了上海，我现在送你回家。说了我不去。顾小姐，现在可由不得你了。停车！来，大小姐，除非你现在带着这个受伤的家伙跳车。 这批文件太重要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蓄意制造摩擦，企图实现反共献公的计划。为了禁绝并剿灭中共的一切活动，为了肃清华中华南之中共势力，他们不惜出卖情报和日本人秘密谈判，联合反共，这是重要的罪证。幸亏老潘及时提醒了，说这箱子里全是秘密文件，要不然全被大火毁了。 可他现在的样子，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真的失去记忆了？那是顾小梦跟我说的，说他脑子坏了，说他那个以前的事都想不起来了，我就从来没听说过。顾先生。 首长情况怎么样？啊，佐藤死了，所有的日本兵全部就地枪决，没留一个活口。我要的东西呢？哎呀，没找着，我的人四处找都没找着。不过您放心，那邱庄已经被大火烧成了一片废墟，一张纸都跑不出来呀。啊，能确定吗？哎呀。 我是看着那大火从天黑烧到天明的，您就放心吧。辛苦了，顾先生，还有一件事情您听了一定高兴，您的千金我给您带回来了，在哪儿呢？放开！放开！你别碰他！
哎，顾小姐，别任性了，这都已经到家了吗？这不是我的家，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不过进这个家门一步的，我不是请求，是命令。卑鄙无耻！你做的事让我觉得恶心。小孟，你不可以这样。别跟他解释，完成任务又不惜一切代价，这个道理他应该懂。信任，你没有就是把抗日英雄出卖给日本人。顾先生。伤口处理一下吧，走上楼去。你别拉我，我的敌军明知道一拉没有用。待下。哎，大夫，没事。送医院。大夫。病人急需输血，但血库里没有这种血型的备用血了。那赶快去调啊！多少钱都行，来不及了。输我的。你是什么血型 ？AB 型。不行，病人需要 A 型。哎，献血的人找到没有？手术台上的血浆快用完了。输我的。你什么血型 ？A 型。此时的顾少莲不是在救老潘的命，而是在抢回自己女儿的心。自己与女儿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万丈的阴影。顾少莲没有一丈的阴影。顾小梦明白，父亲在极力地对过错予以补偿，但他仍然温暖不了自己已经寒冷的心。唯一让他心存希望的，就是善良而无助的老潘，一次又一次地舍命相救，让他原本模糊的感情变成了一种愿望。开始坚定。对你而言，我干了件糟糕的事儿。如果不是他冒死来救我，我一直没忘我上次的救他。
佐藤手里有一份秘密文件，他逼我用中共的间谍来交换。恭喜你完成任务！恭喜你！ 这一辈子，组织上交给我很多次任务，每次完成以后，心情都不同。有的时候开心，有时候痛苦，快憋死我了。昨天你失踪以后。 我可能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儿，的确够愚蠢的。可是如果换回你，你也会做这种选择的。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特务。我承认，我承认我做不到。 我愿意当面向王兴荣道歉，我害怕失去我的女人。 好不容易胜利，可是我的奖却得不到官，是拼着命在干，不应该是这种结局。感谢我的敌人。 天还没亮呢，你怎么就起来了？<笑>夜里做了个梦，梦见佐藤拿着那批文件，龇牙咧嘴的对着我笑，睡不着了。魏忠安不是说了吗？裘庄全烧了。昨天下午专程去了趟裘庄，确实被烧成了废墟。那你还担心什么呀？ 没亲眼看着那批文件被烧毁，心里不踏实。梦都是反的，那些文件和佐藤一样，已经不复存在了。抗战都结束了，蒋委员长也向毛泽东发出了和平谈判的邀请，你还瞎操心什么呀？但愿我是多虑呀。老太太到。 妈，这一晚都没睡吧？哼，把我都忘了吧。
那我是一直想你呢。你说我这离上海才几年啊，咱不认识吧？这天没亮啊，全都是人，庆祝抗战胜利，到处放炮仗。这上海人晚上全不睡觉了，啊，放炮仗真的，我这耳朵都聋了。人都高兴。哎，小梦呢？我那宝贝孙女呢？啊？啊，她这几天没在家。赶紧打电话，叫他回来。好几年没见着了，八年了。就说好婆想他，哎，让他快来看好婆。妈，您不用担心，小梦这两天在外面陪朋友办事儿呢，马上就会回来。对，妈，这就是雅音，我曾经跟您提过。这世道是不同了，这会儿这女人穿成这样就能出来见着人。妈，这不是急着出来见您吗？没顾得上，我马上去换去。我们顾家媳妇儿啊，从来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啊。您先歇会儿，先喝口水。大哥，我老太太在屋子里。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她虽然已经脱离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需要再观察几天。但是我明天就想让她出院，回家养伤。她需要精心护理，清洗伤口，每天打针吃药。我可以请一个护士配合他一起治疗。为什么这么着急出院呢？医生当然不知道原因，让孤独无助的老潘感受家的温暖，自己做一辈子的陪护，这就是他顾小梦的愿望。